有迄个啊 case 吼，煞袂准，我才替你查。真的啦，那个 rubber 是我敬重的这个好好的，我的特色是戴墨镜。对，怎么样？退休今天是客人的谢喜感谢天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礼拜一就要交钥匙了。对对，完美谢幕。哇，这个我想采访一下，想问一下，这个如何可以把店经营那么久？可以经营个30年，然后都就一直经营下去这样。OK， 第一个哈，你要非常关心照顾你的客户，是要把他当作是你的最好的朋友，对，最好能把他是一家人的好朋友，对，是。而且你要提供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，而且我们要很诚实的对卖的东西，要很对待客户。我想你对人家好，人家也会对你，就这样，太棒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希望你们都是健健康康，然后呢，谢谢，有好的规划，对，重新一个新的人生。OK， 谢谢，好好去玩一下。很荣幸碰到 David 帮我们把这个店卖掉，谢谢 David， 应该也是缘分，缘分。好，谢谢了，谢了，谢谢。30几年了，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营业，明天就整理，后天交钥匙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今天是记录一个美好的一天。刚刚在那个菜单上面有个小女孩，这个照片是我拍的，这是照片你拍的，那些都是我帮她拍的。哦，那个人证物证，人证。婚礼上的花头，是吗？你看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在这边。这个是几年前？看到几年前？很久了。How old are you that time？ 我小应该还没有上学。还没上学吗？但应该很小啊。很小。这个时候是他，这个是他。然后对不对？你看这么快。这应该很小啊。这是同一个人吗？同一个人呢？同一个人。对啊。他叫什么名字 ？Rachel。Rachel。Rachel, Rachel, can I interview for the photo? English is okay. English, okay. So that's you, right? Yeah. Okay, Rachel. So this is a Rachel. Like about how long ago? Too long. Too long. That's like a, no, like maybe 10, 8 years. Yeah, maybe. 在那边。Hello. 谢谢你。OK, great to meet you here. 谢谢。哎，伊凡哥，这个是我太太。伊凡，这是我太太 Amy。哦，我儿子。Manny 呀 ，Manny。对，这个我儿子。这是 Robert 的妹妹。对。哦，嗨。伊凡。刚刚看到那个叫 Rachel 已经长大了，在那已经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。照片在上面保留着记忆，要羡慕了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拿下。